有风声吗？我先问。有罐头是。做了假意，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。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没有。机器运作是。啊，我还没有开到冷气，我现在开风扇。渐渐的，骨灰缸。来成全你的爱情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。一点点还好，好。那我开这个嘞。这个嘞。面前可以。走。应该是没有吹到那个收音的地方。而且阿努纳奇的一封信，我今天叫了很久没有喝的 comeback， 太怀念了这东西。有点杂音，还好，你就好。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它是跟上次那件灰色的衣服是一套的。你知道我很容易，就是我在 IG 最近很喜欢买那种一套的运动服。这个也是那个有裤子的裤子，也是一套的。我最近看到那种就会很想买，然后他每次都说什么300多一套还是怎样，然后就点进去800多一套。就要把他们的那个系列全部买下来，才能算成是一套是300多。然后我就很生气，骗我进来，讨厌，全买了。你终于收到，真假的，太棒了。上一代不是穿灰色的这个挑染系的衣服吗？变绿色了。你们在 IG 不会看到吗？我 IG 那种现实动态的广告，我都很常看到，就卖衣服，还是因为我都看很多衣服。不愿相信就是你。你说那个建成，对对对对对，你有看到吗？我都是在 IG 滑到，然后我就突然很想买，因为我平常也不太会去虾皮搜买衣服。广告日文歌吗？看到对不对？这招不是只有我滑到。梦醒，如梦的剧情。嗯 ，IG 买的衣服几乎都不太踩雷，我自己 IG 广告衣服，我觉得都蛮好的，就质量不会比虾皮差。哦，我自己是没有刷到那个东西。你好像很久没有发，没有照片啊，先生。我真的，我也很想发，但是我真的没有照片。然后我又一直不想，我又不想一直发那种在家里的照片。但怕我不会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广告都，广告妹子是在卖妹子吗？什么东西？不会不好看啊，你就穿穿看啊，搞不好意外合适呢。意外合适呢？真的对，我那时候我完全想不起来，完全想不起来我有跟谁合照过。然后后来可能就传张照片过，我说我可以啊，发啊发啊发。可以不行，那看起来会很劣质，我不想让我板上出现很劣质的照片。下播去看 ，OK 啊 OK 啊，可以跟我买同款。我不介意。耶，秦虎的银戒指，晨晨那张超可爱的。然后我那时候只是随便拍了一个，拍了一段影片，我想说一定不会用到这段影片，我只是自己看好玩，我就
然后结果是那一段影片可以用，我好难过。对啊，然后要发这一家的照片，那干脆不要发。中古世纪的城市里，我想就走到这，你的梦在卷烟大海。唱的人，这个绿不会到。哎，我现在不是卖这个衣服的，我干嘛要帮他解释？不会啦，就他也没有到很亮绿，都穿深色就对了。明明就他牵手，为何却主动把手勾？啊，我不业配，大家千万不要买我这件衣服，这件衣服超烂超雷。哪里唯一？是你在那边说什么？可能穿起来不好看。怎能给你更多？我婆哈？哈？我变婆了是吗？这边建议你用妹好吗？好不好？回到家再上 ，OK OK 你家离公司很近吗？我忙一下，等等回来 ，OK。我饭要做好了，我边吃饭边等你。OK。明明就不习惯牵手，为何却主动把手勾？你是走路吗？我不会戳破。想说有些人会为了离公司近一点，然后搬很近这样子。好重。不用卡的没关系。哇，这样怎么拿起来？我一个一个拿。走路你应该蛮好的。今天吃的是咖喱玉米浓汤配苹果。这是玉米浓汤。咖喱拿给你们看，哦，重。哇哦，香。不能冒烟，冒烟是必须的，好不好？丰盛，太丰盛了。一千手，撒一千手分上。特配色。没有，他就只是很喜欢青菜而已。他也喜欢就是很多颜色。哎，我再来再辣一点就好了。妈，这可以加那个辣吗？加辣吗？
但无辣不欢。主要是怕不搭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吃辣，越辣我越爱，但是不能太辣，辣到我了我就不喜欢，我就喜欢来一点来一点那种。爱吃辣，超爱吃辣，但是不能太辣。岳母，哈哈，性格我也喜欢辣一点。辣妹，我什么时候变辣妹？你昨天有吃鸡掌，真的假的？我最近不想爬分了，各位。我原本王牌三星，我现在掉到王牌，我都不想管了，我就只想打人，我不想去在意分数。李莫愁，李莫愁是在叫我吗？啊，我想先听你解释，李莫愁是不是在叫我？是的话，直接左转。太老，我说适当的辣可以，可是辣到我了，我就不喜欢了。不喜欢太辣，辣到我吃不下去那种。我上次就有吃一个可乐果，辣到我吃不下去，不喜欢。莫愁是哪来的？李莫愁其实也不做听诶，其实，还是我去改名。很近前十，不管有没有吃鸡啊，人头才是重点啊。如果吃鸡，可是我人头只有两三颗，我还是会很不爽。好了，一样。莫愁，我哥就叫莫慌，我姐就叫莫急，我们就是莫急莫慌莫愁。他取名都很厉害。莫急莫慌莫害怕。没有莫害怕。莫急莫慌莫怕，因为他姓李啊。没看过，可是我有听过。抱歉，好烫。李牧害怕也很奇怪，好吧。很满，那些菜啊，玉米啊，神队友，什么神队友？没有，他不知道啊，他是看到我那个镜头撇过去才看到的。我后来剪影片，我才发现我怎么就撇过去了，没看到。我一听那个不知道，咀嚼声，怪人妈妈这边有怪人，
那行。哎、欸，我知道还有一个最好笑的还没发出来。我今天再发一个。没有，他跟我不熟，那个是匹配的队友。如果跟我熟一点，另一个夸我就说不要夸，不要夸，不要夸，会掉链子。每次一夸我，我就会开始掉链子。因为我会飘，太过自信。嗯，不能太夸太多。我自己也很喜欢那种打得强，可是很谦虚的那种。这次特效什么特效？夸你掉链子。嗯，没有了。也知道敌方躲在哪，蛮久就差不多知道大概敌人都在哪里，除非他开挂，所以不能太常夸哦。这个就没关系，这个无关技术啊。我最近都不懂，哎，你们有更新了吗？那个点火计划。很好玩耶，没有，我在说运气好，运气好，学火，运气好，运气好。今天的饭又给多了啊。我就是那种特效，为什么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谢谢今天的天使之恋，天使之恋，天哪，这个名字，天使之恋不是一个端游吗？不是一个电脑游戏吗？我记得以前我跟我哥很爱玩，你们玩过《天使之恋》吗？看妈妈吃东西好，那就吃啊。嗨，勇哥，晚上会打呀？我最近起床我都不想打，我起床就看别人打，然后晚上再自己打。我们应该等我在玩的时候，你们都在上班了吧？没有，真的有这个。看心情，可能打到十二点或者两三点。通常保底就是十二点，那十二点之后不想打就下线。你想跟我撞车是吗？打一个小时哦，没有啊，不过晚上15点。
你要加辣吗？加辣好好吃哦。2点或2点的时候就开始想滑手机，打腻了，你知道吧？不想再玩了，最近好，最近觉得很腻。反正清晰好多、哦。嗯，还有玩一日，是游戏之神。我都不会看时间，就是打到爽，打到爽为止。没有，我昨天很早睡，我昨天3:30就睡了。擦了以后变正，哎呀，我都半夜1小时多，啊？打这么短？我一次都是4个小时起跳。你看，3:30才早，3:30就早。跟6点比起来，跟5、6点比起来，但晚上我不太追剧，晚上追剧我看不下去，不知道为什上班，然后我就有在想，如果等这个游戏变成一个工作，我应该疯掉。打击犯罪哦，最近你有追下犯罪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因为我最近又找到一个新剧，我那个月光看完了，月光变奏曲看完了。前律师小，没有，最近在看那个，你们知道陈潇吗？他最近有一个新剧啊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我没有在看美。他最近有一个新，反正那个就是讲电竞，对对对，电竞那个，对，你微笑死很美，对，聪明。中国的。
是那我有看，好像才看到第三集吧。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网友在上面说求出第二季《原班人马》第二季，好像到底多好看？很卡吗？没有啦，只有一季。那应该是那个你的问题哦，你自己的问题哦。你看要不要换个网络？还是哎，我最近也会这样哎、欸，我看直播也会卡卡的，然后看那种小影片也会卡卡的。美剧吗？我太多剧要看了。我操，没看过，手机版不可能。我根本用不到一半。我咋没看过？哦，你说武打剧吗？那我应该还蛮爱看，我比较喜欢看那种动作，就是那种打打杀杀那种，或者是恐怖片，吃光光，你看我吃光光吗？反正我看的就跟我看的都比较那种少女的，就是不是打来打去的，就是少女。多久没有看到你团圆了？疫情多久就多久呗。你说叶问吗？叶问很好看。是奶飞丝的影片吗？韩剧的话，我都挑我喜欢的演员，我喜欢的演员去看。我主要看就喜欢爱情、武打、恐怖片，就差不多这三个。惊悚血腥就还好，血腥我就没什么感觉。我之前看那什么《德州电锯杀人魔》，我真的觉得就是好像那种，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什么《101种死法》还是什么，那个就跟那个就很像，就人一直死掉，一直死掉，没什么好看。喜欢朴信惠吗？喜欢。有看过《军舰岛》吗？没有。哎，可能有时候我看过，但是我忘记他的名字。就爱情的下饭，没有。武打也很下饭。电脑电影啊。你们要知道，我对恐怖片的要求很高，因为从我以前在看电影，我就一直觉得去电影院就是要看恐怖片，就是要那种音效，然后会有影响力的那种，就觉得去电影院看爱情影片特别浪费钱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去恐怖片从来不看任何片，我只看恐怖片跟武打。
仪吗？这些什么银戒指？银戒指岛哪一国的、啊？日本的吗？看他们打架，然后自己，对啊，对啊，恐怖片，对啊。日韩的哦，日韩在打吗？今天晚上吃什么？吃完了，不告诉你。是日，哦，遗体哦，对，那我没念错。哦，所以是韩国。想说日韩合作拍电影吗？两人的银戒指，好棒哦！没有啦，就咖喱饭了。而且可乐要带我走，我等下吃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今天喝苹果冰茶，然后甜点又是苹果。这间岛应该是无人岛吧？博人的韩式花束，为了快点看你，我还是很安全的骑车。这句话很矛盾，如果你后面要接我还是很安全的骑车，然后那你前面就要讲，为了能够一直看着你，我还是很安全的骑车。然后如果你前面要说为了快点看你，我超速驾驶，这样子配才是正确的。你这样子前后矛盾。哇，你们推荐好多哦。日本抓南北韩服的服务，变形金刚看过，《亡命关头》看过，我的心很急，但是我发生了什么事？对啊，所以你前面就要说为了能够一直看着你，不是应该说为了能快点看到你？对，小老师，我是我逻辑菜，我逻辑一直都很在线，好不好？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语病能抓，只要我经过大脑讲出来的话就不太会失误。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，不要在意我这句话。我开放岛上观光，他们在军舰岛拍片吗？甜点是另外一个味。嗯，好像觉得很赞。不是啊，因为刘亮的水枪 biu biu biu， 太好可爱。你刚刚突然等一下，我刚刚不是等一下了吗？我等一下。烧吗？军舰可以用手吗？我们不知道。没事没事。范军大叔。听过这个名字，只是我忘记我没有看过。两三个味可以分装吃，女生都有甜点味好吗？在那边，
总而言之就是想看好的。其次才是甜点。炒冰淇淋也很好吃。我没吃过，我很想吃。就是外面裹那个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吐司。有啊，弄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我就不想弄。任何要炸的东西，我就是以麻烦表示，我绝对不会再说。你从刚刚就不该讲这句话，看我今天头发就知道。比较麻烦，因为对我来说用很多油就是很麻烦。换身材哦，乌诺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咱们不说好吗？不说，不说了，刚好刚好就行，别太多。J-Tai Marosa 怎么样？你谢谢 J-Tai Marosa 的巧克力。重点是不是你经手就可以了？
就他，你等一下，我就不信了，嗯。来听一下，我没有改变腔调。这个在法文是杜鹃花的意思，可是你旁边放了一个玫瑰。Je t'aime, Makursa. Je t'aime, Makursa. 不会了 ，Je t'aime, Makursa. 多简单啊！但我不会。现在这是科技时代，怎么可能不会 ？Je t'aime, Makursa.美丽的麻将，你还正想说哪个？你是林杰星派来的吧？Rosa， 可是它里面它前面还有个什么 Jetan Rosa。他那个 RO 有个难读的 Makursa， 应该是他上面写杜鹃花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没有说你爱吃豆皮。M 没有发音。有啊，绝代吗？不是，有，他是哪？大碗也有些有弹音，有弹舌。玫瑰类的话，好麻烦的，你取个名字这么搞人的，你就是不想让主播念你的名字，所以你才这样子。
不识字呢，我跟你讲，我哪国语言我都知道怎么念，哪国我都知道。听不清楚，就这么唱啊，听不到吗？他那个不是念 rose， 是念 Jennifer Horse， Jennifer Horse。这跟Naruto有什么关系？感觉有吗？还是没有？厕所，然后回来继续睡，睡到一点半好像。一个名字玩了十分钟，有十分钟吗？没有那么久吧。这样你行。对不对？哎，我很长，不是那个来。肚子在滚。嗯，我很常这样，因为你看，我都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吃饭，五点到六点，然后晚上都不会有那种有那个想去上厕所的感觉。然后大概早上就是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就开始会有滚滚滚的感觉。沉住气，陈恩，为什么叫他陈恩？是叫谁陈恩？叫谁全名？谢谢超哥的玫瑰。我以前一天可以上好几只抽。
现在差不多都一天一次。那他本名就叫陈仁龙，你说那个 Jason Marusha 吗？他感觉头部抬高，不会念他的名字。哎，这种银戒指，哦，加姓氏，加什么姓氏？他还叫浓，闭嘴！浓缩听起来就很怪。我们偶像上厕所都是粉红色泡泡，好吗？就打开厕所门，还会有粉红色泡泡飘出来那种。这个意见是你提的、啊，我们厕所都不用芳香，完全不用芳香，就是自体排香。我们会自体排香啊，李承恩是吧？学会了。偶像上厕所只是为了让你们相信他跟你们一样是个人而已。偶像都是仙女来的，为了骗你，他们为了让你们以为为什么握手会都要去排队上厕所，让你们觉得我们会上厕所。其实我们都只是厕所照照镜子就出来了，根本没有人进去厕所过。谢谢 Happy Love 的心愿现场，怎么是啊？我好像有看过张翰一伦的那个片段，我一直都很正常。字体排香，你不懂就算了。别说话，厕所粉红色的狗，抓狂一族出真人版，不敢想象，根本不敢看。在吃啊，我有在吃啊。是必须吃饭的。其实吃饭不是为了填饱肚子，是为了享受那个美食的味道。对，完全不饿，就只是为了品尝那个食物的美味。啊，热量什么都不会吸收。表示刚我毛线，人家什么台？某某购物，某某台。怎么回来了，某某？哎，你看我又变那个颜色了。虽然现在有开，但是我不想去，感觉很危险。那么购物台是亲子台，嗯，你想看什么就是什么。那回到现实了，唉。你们就觉得我在做梦。有夜市，认真。啊，美食频道，美食频道 ，OK 吧？
美食频道本来就是吃给你们看的。800人限个，800人还叫限制吗？我的天哪，我觉得很危险。微解封，好的，微解封。哎，大家都是边走边吃的，不是吗？这样大家都没有戴口罩，哎，是外带回家吗？还是可以边走边吃吧。有规定哦。随便叫到800人是怎样？对啊，就是感觉就没有限制啊。那外面好像应该还好吧？就有人饿了偷吃一口，这样子吗？直接被赶出夜市。因为边走边吃在赶出也是，只有两个出口。你们有去是吧？你们有去是吗？不然你们怎么好像很清楚？台湾全部地区的。哎，我前几天好像看到什么路易莎开放内用。偷吃一口会有罚单子。就在台南而已哦。好，敢去的也是蛮厉害的啊！你头上不就有去了吗？你头上那个，你没在看新闻吗？对啊，没在看。敢去的都是有。志宏勇士，大家给他一个掌声，上一波666。我不敢说啥，没事没事，这边颁给你一个勇者666。志宏大气大气。Hello， 欢迎流浪人。因为你不能这样想，小心点不好吗？大家笑，牙叔出去，不合群。我根本不想出去。怎么封这么久，终于破完？所以嘞，
打第二季哦。哇！你们是吗？单日确诊是不会。微解封出现，哎，我也差不多要回去那个，回去我家了。不然，其实我已经要准备搬了耶，房子八月就到期，那我应该现在就开始找房子。看不懂的名字就是你。
佛国的朋友的名字，谁？耶洗头吗？为什么会有人叫耶洗头？不是本名吧？他朋友的艺名，这样就对了。是讲他朋友陪他直播，然后被他粉丝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你就每天换一个吹就好了。不知道是不是英文，反正不可能是本名，谁会叫野喜？是他的多音章啊，真的、哦。那么决心，我追过你，追我热了。没错哦，野喜。我谁不推？了解了解。懂你好不好？每天换一个马甲才是你的个性。他 IG 哦，你们还去查人家？不行这样子哦，还是他叫你们去查的？在场的都推，不到。我头，你没有去查？哎，别查，别干扰人家，别去烦人家。你们应该没有这种朋友吧？那个朋友白目，你在那边乱爆 IG。我好像有看到，他好像有给我看哪些人追了，忘记有谁了，有点忘了，好像有志宏，只追成员，有一只你们都有一只只追成员的账号吧，还是你们用本账？全部都要稽查队，你有吧？你有吧？有吗？有吧？谁是稽查队？好，没有就没有，不 care， 都追啊，别追了。
真的很抱歉，我真的找不到任何一张。我甚至还去看我之前有没有发过什么，不是有没有拍过什么，就是我很常会在用现实动态，然后用一些特效拍影片。爱你，然后我滑到那个时候就是没有。2年前的今天我在韩国，哎，有那个照片，你看，2年前我在韩国吃炸鸡。吃炸鸡，看起来我发了，真的，可是我那个照片真的拍了很多，拍了很辛苦哎。果然照片是。我看很多人照片是用公司拍，我也有拍摄拍，我也有拍摄拍，没了，因为有时候侧拍的那个光线就很差，我就不太想用。侧拍都是成员拍的，好吧，就是可能前一个成员在拍的，下一个成员就帮忙拍一下侧拍，很讲究侧拍成员的技术。韩式炸鸡那么多，没有，那是韩国的乔村炸鸡，我没有吃过，我在台湾没有吃过比那个好吃的炸鸡。你没有办法跟公司姐姐要，公司姐姐要他们都是拍那个生写的那个照片，没有另外拍的照片，所以谁技术不好，我不知道，我没遇到过。没有，我也不太拍摄吧，因为那边光线本来就很差，是只有对。都不吃，为什么去韩国都不吃？那段影片，我真的非常庆幸。去一间超好吃的豆腐锅，真的不是巫山。我跟你们说，主要就是因为 我那时候同步手机跟 iPad 的照片，然后我就不喜欢 iPad 里面有照片嘛，因为我觉得 iPad 照片根本用不到，然后放着也只是占 iPad 的空间，然后我就把 iPad 照片全删了，然后再把 iPad 垃圾桶全删了，然后回头一看，哎，我手机照片怎么都没了？对，豆腐锅。后来我现在把那个照片串流关掉，所以手机的照片不会跑去 iPad。 我等着发那个照片等很久，
我妈妈说她也跟我发生过一样的事，但是她删好像她好像删一两张影片，她就发现一两个影片就发现云端你差点那样，云端的照片也不见了。我真的我上次真的找超久，然后我一直上网查。照片，然后就直接去垃圾桶把它清掉，因为我就喜欢把东西都赶快清空。一秒双眼皮，是一秒外双，现在内双，现在是内双，然后外双，外双，有外双用过。这份爱会不会让你也好疲惫？会不会掉眼泪？啊，内双内双，不然这看起来像单眼皮吗？各位，看起来快乐的星期天。就好像你都是，对啊，眼皮太厉害。你们自己想看自己双眼皮的时候，也可以这样子。私服模拟不行。我没有泳装啊，我没有那种东西耶，我没有那种东西呢。我现在的泳装就还停留在国中的时候的那种，就是小学生的这种泳衣，双眼皮魔鬼手。没有，比基尼是不可能的。看得下吗？看不下。你国中现在四年。对，小裙子的那种。我记得我以前还穿过那种，就是游泳比较方便的那种，就是全部就是你们看到那种游泳比赛的女生会穿的那种衣服。四年，国中到高中是最好发育的时候。你觉得我长了多少？我国中才160，159、160差不多。当然穿不下。高中才慢慢长高的。我
想看杜杜的买身险去。哎，可是我现在比那个时候拍泳装那个时候还瘦，我只是单纯。特别要露啊，对不对？你有胖过吗？有啦，乌诺有啦，不吃东西就不会胖啊。我有吃啊，我要喝饮料哎、欸。我还有半夜吃零食的习惯哎、欸。这衣服比不是做布还多。哪有啊？我现在连作息都不正常，是要怎么168？我之前有说好没吃吗？交换过来，想到就觉得很爽。如果许愿望，我就会许三个愿望。第一个是花不完的钱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永远漂亮。我跟你讲，永远漂亮那个这个就占了很多了。永远漂亮就是可能你突然会变大美女，然后也不会变胖，因为胖了就不漂亮了嘛。所以如果以后胖了变成漂亮，那可能也可以慢慢变胖。所以第二个就是永远漂亮。然后第三个就是会各种专业技术，我根本就天才。未来科技还有会各种专业技术，这真的是，就是你不管干什么事情，你都很强那种。
能再来三个愿望，那个就犯规了。念榜啊，念榜，我要念榜啦。你们呢？你们三个会选什么？永远漂亮，傻眼！我说不管以后老了都不会变，都不会变。反正一开始也没制定啊。好，随便你。那其他人呢？长高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像这种什么变白啊、变高啊、变帅啊，那什么鼻子高一点的双眼皮，那种你全部都可以归类在变帅，你只要说变帅就行。那的话，你真的营业值。第十名唱歌，第九名怡婷，第八名阿德，第七名可乐王，第六名阿米娜奇，第五名空叶，第四名云龙，第三名吴晨，第二名健健，第一名德尔人。谢谢大家。有钱，所以我把有钱摆在第一个了嘛。可以靠我同学，不要完全听不懂，你不用听懂，你不用听懂，刚好就可以。我不能再高了，我甚至想变矮一点。163感觉就是可爱爱的高身高，不想那么高。也没不客气。给我第一大声动力。我想许愿把想象力实现。不，想象力哦，那我觉得会发生世界大乱哦。我觉得可以再高一点。那么我分五十页，我不要160，我想要163，减2公分就可以了。可高可矮吗？不是163才是可高可矮。他的思想很糟糕。不是我怕，因为想象力可能有时候都会什么想象什么世界大战啊，或是恐龙啊什么，那我觉得会世界大乱。不会，我怎么说这样？对，163什么？因为我那时候就长到163，然后我就上网查。我就不是上网查，就是偶然一天滑到说，全世界的女生，不是全世界的女生，女生桃花最好的一个身高，然后就看到上面写163，哎，我说哎，那我应该不会再长了，然后就去量身高165。然后不知道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对163很执着。你最棒的身高，这种时候就要说，海威，还是很帅，对啊，就两个，因为我比李彩杰高吗？为什么跟李彩杰有关的事情我都会忘那么快？我忘记了。好啊，好不好看真的哦，对，虚报的每个都163，谁呀？啊，丽彩姐164，那我应该比较高。不然就是我变矮了，因为显尼奇也165，然后我也165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比我高，所以我应该也是164、163差不多。我差不多要下播了。
不是，我是以我平常看到他的角度，那他们都是平行的，有时候会偏高，有时候偏矮。班班。